今天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上帝，予咱搁有礼拜会当来亲近伊。今早起要甲咱三个来分享，哪个伊拄着上帝？现代人，咱拢需要甲上帝相拄，咱嘛爱渴望上帝灵会当充满伫咱生命中间。最近，咱拢知咱拄着风灾，咱嘛搁拄着中原普渡。因为世间人伫面临咱生活中间，只会生老病死，还是拄着天灾的时阵，真容易和这个世界的风俗、价值还是观念来影响，有时阵咱会妥协，但是。咱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咱要安怎伫这个世上，因有侪侪只个危险的时阵，咱要安怎来祈祷上帝伊的慈爱？因为上帝伊疼他，伫这个世代犹原伫执行伊拯救的计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伫你生命的历程中间，你要甲主相拄无？你要甲上帝相遇无？你甲伊相拄的时阵，你的经验是怎样？当你甲上帝相拄的时阵，这位上帝安怎伫你的生命来动工？我伫顶礼拜，阮的员工啊，伊伫阮的病院嘛是真悬的地位，但是因原来妈妈九十二岁，拢总是无信主，但是伊倒床了后。啊，再来，伊这个后生，伊是已经是信耶稣，搁伫病院，搁是真悬的职位。当伊妈妈伫病床的中间，伊说咧，所以最后伊就是用基督教来做个告别式。但是伊需要将伊的骨灰转来到伫鹿港。我有看见伊的太太。伊只有九十二岁，只有两个囝，一个后生，一个查某囝。啊，我伫甲伊坐车倒转来的时阵，伊的心真着急。伊讲啊，落雨啊，啊若到伫鹿港啊，这要安怎？当时我就真勇敢，因为我足侪体验，就是在主持告别式，嘛捌拄着风台天，但是阮就祈祷。所以在那个很重要的天书的顶面，上帝拢保守，所以我就甲换伊手，我讲先生娘，咱来祈祷。结果祈祷了后，暗暝的时拄啊，迄个隧道过，一个拍开，已经拢无落雨。阮为十二点半一直到两点半来到鹿港，拢总无雨。我看见伊的心平安。困去，一直到间隔的安葬了后，上帝拢无收，这是其中的一件。你问兄弟，上帝，你捌来祈求，啊，伊何里听你的祈求？伊甲你邀请，啊，你会当参与伫伊的服侍，你捌有这种的体验无？咱伫生命中间有一首歌。伊讲主，我要拄着你，这是吴木香博士。伊的歌词真水，伊的歌词安尼讲：主，我要拄着你。而且这个歌词，恁去甲我放一个歌词，只下一站吼，啊，无要唱歌，干那歌词得好。这个吴木香，伊是安怎伊会做这个歌词？原来伊的姨啊，伊的太太就是双胞胎姊妹。结果，伊的姨仔的先生，伊的姑仔，伊的姑仔的家庭发生着变故，就是两个外月的查某囝忽然间就死去，伊家己阁拄着车祸，目睭差一点仔就失明，伊的工作也无去，啊，阁伫迄个真不幸的中间，伊的太太阁离开，这个事无外久，伊的姨仔。伊先生嘛患病过身，佮伊细汉的姨仔、查某囝佮生脑瘤，敢若一个月、一个月、一
个月月的中间，第一年外久，因规个家族拄着遐尼侪的变故。这个吴博士，伊看见家庭拄着遐尼侪的变迁的时阵，伊真勇敢，伊甲因讲：虽然咱的家族拄着遐尼侪的痛痛艰难，咱犹原要唔听咱的上帝来认识，搁一遍恳求咱的上帝，予咱会当伫旷野来开路，将平安喜乐搁一遍收束予咱。伊就搁写真侪真感动人的歌，其中这首歌叫做《主，我要拄着你》，有真侪人真意爱，也安慰侪侪人忧伤的心灵。伊这首歌的歌词安怎讲？伊讲：来到主的面前，谦卑跪落，吐开我的心意，我的心中痛疼，流着目屎。主，你无轻看伊，人生路途遐尼坎坷，有真多的无奈。我来到主的面前，拍门敲锤，恳求主你替我开路。主，我要拄着你。主，我要渴望你。主，我只爱有你，在我人生困境，你要跟我同行。主，让我拄着你。主，让我得着你。主，我要你家己。主，你家己就是我生命的主。咱甲当个咱家来面去休息哇吼，这时阵咱先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变我来。拄到上帝，因为伫基督徒生命，你的转变的观点在哪了？就是你有拄到上帝。人要安怎会当拄到上帝？真重要，你爱亲近上帝，你爱经历上帝的同在。所以伫基督徒的生命的过程中间，真重要，就是咱爱先认捌这位创造宇宙的上帝。你的心捌伊，你知影伊，到你家己搁去拄着伊，你去经验这位上帝伫你的生命有真特殊迄种的相度。所以上帝甲你相度，这个经验到底是安怎？今仔日我要用两个人物，就是雅各，但是要搁甲你分享一个撒该。咱来先来看这个雅各。伊还未拄到上帝以前，伊的生命的光景到底是怎样？为什么伊要拄到上帝？但是雅各当伊拄到上帝了后，伊的生命有啥物改变？咱为主日学，咱就拢有听雅各伊的生命故事。因为伫犹太人的传统，大听。伊会当伫因个家庭中间得到两种特别个权利，头一项伊会当得到就是上辈个威势，威势。伊阁会当领受迄个祝福，伊阁会当代表全家来奉上帝祈祷。所以那安尼，你爱做大囝，当然嘛爱。但是雅各伊甲因兄哥因是相生啊。可能伊伫巴肚底，伊就开始咧认真拍面讲：我运动，我爱较早出来，因为我若早出来，我就做大兄。但是你靠哪掠，你靠哪认真拍面，伊就是较慢出来，较慢出来就是小弟。所以我讲伊的人生是一个不断的掠，爱会当去退的人生。所以伊嘛知影犹太人有这种的传统，伊爸爸较疼兄哥伊色，妈妈较李必加较疼雅各，爸爸爱食野味，哎妈妈伊就是拢家己煮啊雅各，所以有一天雅伊色去拍人，等来煮煮，雅各伊当。准备妈妈给准备真好食红豆仔汤，真热的时阵，红豆仔汤是上佳好的食物。结果因兄哥足喙干，伊就足期待，看见迄个红豆仔汤，伊
嘴巴毋嘛会当食，但是即个小弟心机无好，伊就来讲：你爱食，不要紧，咱来交换条件。一碗红豆仔汤，互你食不要紧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将你大囝即个灵魂爱互我，明白遐济？那你的时阵，你甘愿为着一碗红豆仔汤，安尼将家己大囝的灵魂来出卖无？那你有想过，有啥物讲？我伊大囝，唔过咧，伊说，伊是为着伊感情一点点啊的利益，伊感觉，哎，大囝，我本来就是大囝，啊，这大囝关你闹啥啦？你爱了，好啦好啦，反正红豆仔汤有通个食就好啊。但是这个阿公，伊无同款。伊的目睭是注目看将来，迄、那个无限的祝福，所以伊毋茫讲，虽然我毋茫我要领受上帝的祝福，啊，但是我毋是大囝，所以伊就是用心计较去摕着迄个大囝的灵魂，伊搁去领受着老爸的祝福，所以伊无问的，伊嘛是用迄问。用迄动物的门啊去骗因老爸，所以咱来甲看，雅各伊虽然已经得到大囝的灵魂，伊嘛用欺骗来得到老爸的祝福，但是这件事，伊的兄哥已经知影，这个事已经逼通了后，伊说伊要来杀。雅各，伊是一个真和妈妈甲伊保护着的，伊开始惊吓，伊开始爱过着逃亡的人生。所以咱来甲看，雅各，伊爱过这种的人生的时阵，伊要安怎？上帝敢有咧继续要保护伊，要照顾伊？上帝是保护伊、照顾伊。所以咱来甲看，伫今仔日的圣经的头一位。雅各伊就来到伫伯特利，伊住一礼拜，伊有看见有天梯，像咱头先看迄天梯，结果咧是伊用枕头、石头做枕头，迄、那个天梯就有天使伫遐行行上落，耶稣发徛伫梯的顶面讲：“我是耶和华你的主阿伯拉罕的上帝，以色列的上帝。”你今仔日所到来的所在，是我要束缚给你的所在。哪个？伊伫迄个所在，伊搁听见亚华家讲，你的雨下要亲像大洲的沙遐尼济，你要往东西南北开阔，大洲的万族嘛要因为你甲你的雨下来得到福气，我要甲你相甲。了后，你要搁倒转来到这个地，我无离开你，直到我成全按你所应允的。了解现在，这是雅各，伊伫伊人生行无路的时阵，伊去拄着上帝，伊去拄着耶和华。这个耶和华搁甲伊讲，耶和华要予伊的应允甲祝福。伊站起来就讲，哇！要我真正伫这个所在，我竟然唔知，所以伊就用从迄个所在正做，这是上帝的。咱看，上帝甲雅各三个弟弟，伊透早起来，伊就将伊放伫伊枕头的石头，伊家徛着做条啊，挂油的顶面，来号名叫做。两个样子，咱继续甲看。雅各，伊梦见就是这个天梯。耶和华甲伊讲，我要祝福你，我甲你三个弟弟，因为我就是阿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。上帝要来讲，我嘛是雅各你的上帝，所以迄个所在叫做伯特利。咱看，
上帝安怎赐阮祝福？雅各因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伊就照着伊的妈妈来讲：“你爱到伫你的阿姑的所在，迄、那个阿姑叫做喇叭，到伫喇叭的所在，伊看见伊的我表小妹，伊有一个利亚，啊，佮一个大个，伊喜欢迄个细汉小妹，伊就甲伊阿姑讲：阿姑，我会当娶我的小妹。”伊阿姑讲：会使啊，啊，你佮甲我做工啊。做几年？做七年嘛。啊，那七年了后，啊，就予你小妹，个表小妹，予你做某。啊，真正足认真足拍拼。结果七年了后，当房的时阵，结果是啥物啊？是伊的外姊啊，你啊。哎呦，阿姑，啊，你太可骗。伊讲，啊，我若生细汉的，予你娶去，啊，这大汉的要计想啊。伊讲，啊，无七年了后。啊！你还答应我，啊！你若要搁继续，搁搞做七年吼，啊，这嘛是予你做某安尼啊。结果，伊传了十四年，为着伊这两个太太，啊，伊搁予伊的思路，所以咱知影，哇，雅各伊有几个囝，十二个囝吼。了后，伊搁继续，甲伊阿姑搁伫遐饲牛啊，饲牛搁伫遐养牛。总共加起来二十担，人讲啊，伊真会晓欺骗，无想到迄、那个骗子比伊搁较厉害，就是即个阿姑吼，哇，伊心啊已经互上帝摸甲，即、這个上帝有搁信心，搁甲伊保守，伊的能力实力嘛愈来愈好。但是伊面对老板，伊有办法去甲伊争取，但是伊内心也搁有一个。弟弟，迄、那个弟弟是啥？就是伊甲伊兄哥，伊心内伫想，想着讲要祝福我呢。我有一天呢，我爱去倒转迄个所在，但是我若倒转原来所在，伊要面对啥？一定要面对医生，就是伊的兄哥。啊，毋过我搁欺，我敢欺骗，我搁安怎？啊，这二十担啊过去，伊一直喵喵忙伫想。这样来，你不要弄处理。下一张，咱来看，这嘛是伊心内有羊、有牛、拢有啊。过来，咱搁看，咱来甲看，雅各，伊要面对得罪过伊的兄哥，雅各，伊感觉啊无，我来巴结，我来用金钱，我来用牛、羊，用足济的礼物。来去甲阮兄哥，安尼准备这礼物吼，安尼是毋是伊会原谅我？哎，就准备好啊。但是伊心搁足惊遐呢，啊万一伊若甲我拒绝，啊若无爱，啊要搁甲我杀个面哦。所以伊人生经过二十年，还搁伊足惊呢。咱来看看，雅各这条要倒转去这条路。那亲像伊人生已经行过二十担，毋是真好行咯。和伊阿姑一遍搁一遍甲欺骗，但是伫伊人生伊一遍搁一遍，伊去想起上帝甲伊的力量，伊安怎去拄着上帝？伊去拄着上帝，上帝甲伊三种的应允。上帝甲伊讲：雅各，你的后裔要亲像土粪遐尼济。上帝要照着雅各甲伊的后裔，要祝福世界各国。你爱带领，上帝要带领雅各去倒转的到底，伊祖先迄片土地。我相信，这就是雅各伊头一遍拄着上帝迄个必定的迄个班，伊一直在思考，一直在想，但是伊爱先面对伊的内心。伊上惊迄个人，雅各伊爱安怎？开始主动爱去解决伊甲人的冲突。虽然伊甲因阿姑的伊会较清楚，但是这个亲人、这个怨恨、这个恩怨，伊要安怎？已经认了。伊知我一定爱迁就我兄哥
对我的原谅甲赦免，我一定爱拜到上帝，怜悯来甲伊求和啦。但是真正爱亲近上帝，所以伫第二段咱的经文，咱来看上帝爱雅各做啥物代志。上帝告诉伊，伊已经拢准备好哦。牛啦、牛啦、精心啦，准备好，还佮伊的太太，哎，女婢，伊的囝儿，十二个囝儿，啊，遐个拢总准备好，甲分做啥？分做三批厝。但是上帝足处理的，就好伊讲的，两个某、两个孙女，佮十一个囝，拢过亚伯渡口阿伯啊。亚伯渡口，还是我不要讲台语。伊就找伊讲，你拢过，拢过，干过嘞。伊安怎？伊上爱买啊！伊就老伊上买吼。咱甲看，这个雅各伊心内足心机的。头前迄种较无关系啊，奴才啦，啊遐吼，万一伊若歹收的时吼，啊，就即个好滴就好。啊，若较亲近的吼，啊，到尾。啊！伊若拢买原料嘛，我讲我老跑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可以先走。但是上帝足了解这个，上帝就找一个天使，伫伊过河的进程吼，这个天使甲啥？甲雅各伊啊笑面，啊笑袂到。雅各真正甲迄个天使演赢嘞，啊演赢了吼，迄、那个天使怎呢去甲吼？去甲伊蒙伊的。大腿吧，伊怎呢？白卡，结果，迄、那个人伊无要放伊走，迄、那个雅各无爱放伊走。伊讲你若无给我祝福吼，我无爱用稳你走。迄、那个人就问讲，请问啊，你叫啥名？伊讲我叫雅各啊。伊讲你的名吼，对当以后无要叫雅各，你要叫做啥？你要叫做以色列，因为。你甲上帝相认，你赢啦，所以你要叫做以色列。雅各就问伊讲：“啊，你请将你的名甲我讲。”迄个人讲：“唔免问我的名啦。”了后，迄、那个甲雅各祝福，雅各就甲迄个所在叫做披面以列，就是上帝的面，伊面对面见着上帝。所以这就是上帝搁第二摆。伊甲伊相拄，到了后咱知，伊说的拜神了后，无搁食迄个大腿肉筋吼，真是有伊的因果。你听说，咱对这段经文，咱来看，雅各伊亚伯渡口，伊甲上帝相拄的经验，伊当予咱啥物思考？雅各伊的失败，你听说，你有亲像伊安尼经验？时阵，咱的人生嘛是失败，毛糟头无弄。有可能你是因为欺骗人，你有可能是去甲你的兄弟拍歹感情，有可能你唔免多忙二十冬。但是，咱会看见哪个伊心中上帝安怎来对待伊，上帝安怎伫伊行到尽头的时阵。上帝和甲伊相拄，虽然雅各是一个真平凡、真奸诈、真敖欺骗人，佮真爱掠、佮真爱选的一个人，但是雅各伊的人生，伊开始当伊开始检讨了后，上帝伊的怜悯、伊的恩典，佮一遍施了。所以咱看见，雅各伫七个时阵，伊安乐。雅各伊知影，伊要甲以色和解。伊这个和解的过程是伫啥物时阵来产生？是发生伫已经拜卡，伊已经靠上帝搁第二摆甲伊祝福，这项事才发生。真趣味，我伫分享这个时阵讲。上帝奈何雅各拜卡？
跟我讲啊，啊，伊就甲迄个医生讲，你若无甲我祝福，我就唔放你走。结果有一个姊妹就甲我讲讲，老师，我甲你讲，迄伫迄个查经的时阵哦，迄英文的查经的时候讲哦，雅各是足爱酸的啦，足够走的，真正。啊，伊个雅各要甲抬命，伊就较紧走啊嘛。查经伫那古呀，啊，等伊那古吼，要搁设计的时阵哦，伊就甲伊阿古讲好啊，我要酸啊嘞。啊，了的时阵，伊甲伊阿古会画帕拉肯，但是我相信。伊的心已经完全倒转来，伫上帝面前前做时阵，伊倒袂过上帝啊。所以上帝嘛知影，伊的设计拢好，三批真歹。伊嘛已经知讲，阮兄哥若是到第三批，若无的时吼，伊是上压上尾迄个吼，反正去调和吼，你若要搁调啊，是要选啊，结果你上帝足厉害。上帝怎呢？你安怎走？你拜卡？你要去走啥？有咩样子？咱回顾来看，雅各的一生，伊经历这个多忙，六班二十年的岁月，上帝大大祝福伊，伊的母子，伊的人生，伊嘛拄着上帝，所以伊的外表已经无同款了哦，威风凛凛哦。但是无拄拄，咱看到伊个内心个行为，所以伊生命历程，上帝一摆搁一摆来调整。但是伊当心内足想要看伊听，搁毋过心内又搁足惊啦。所以咱看见伊个冲突甲矛盾，然后咱搁看见伊安尼安排设计，只系三倍个年龄，但是伊绝对无想甲讲。伊已经想讲反正上帝啊，伊时阵进前也拢无想讲要靠上帝，伊还阁想要靠伊家己啊。所以爱想爱分三杯，迄就是看见咱人吼，虽然咱信主嘛，久久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吼，嘛有上帝拍甲足厉害，不过有时阵咱嘛唔敢放手搞的，所以对感觉是就一旦无咱。所以上帝安怎祝福雅各？所以，搁下面一张，咱来看，伊会用这个方法，伊其实毋茫透过伊的努力，会当化这个冤仇化解。但是，真正化解的原因在哪？在哪在？就是上帝亲自在伊的兄弟身上。如果无伫伊所的心中动工，伊请问这个兄哥敢要来管？我伫咧准备的时候，我才知影讲，哎，俺老爸迄时该祝福是毋是目睭都会晕啊？吼，你继续甲看圣经，伊所伊撒啊，无死的，伊撒是活180岁，伊阁活到看见伊所。倒转来，雅各倒转来，甲以色相认和解了。我相信，这个老爸，当伊为着雅各祝福了后，迄个以色一定是怨恨这个老爸。我相信，一个家庭若有破裂、有磨合，有可能会带来是真侪。这样稳定，咱需要是和解。和解是上帝主动的作为，嘛是上帝应允雅各的祈祷。唔是雅各用礼物，才会当平息兄哥对伊迄种的怨恨。有可能，咱伫咱的家庭，也是伫咱的教会，有可能咱亲像雅各同款。在军队上帝的路上，兼采咱有因为人甲人的意见无同，有可能因为某一挂人亲像雅各用计谋来得到，造成咱的一挂冲突，
要造成咱中间会破起来、会唱的时阵，咱要安怎？有的人伊会想讲，我用搁较大的关系，用搁较侪的金钱，才会当解决人甲人的冲突甲问题。但是，咱透过雅各耶稣，咱知影这是无可能。你若心中有你甲想有遐想，还是伫咱的教会，我要用到这段的一个祈祷，会当吃做咱的祈祷。咱讲主啊，帮助阮生命中间的每一个关系，拢因为耶稣基督，你给我新的生命，阮要得到调整，和阮勇敢来面对家己应该承认错误的所在，亲像哪个，伊甘愿真正屈膝承认伊的问题，相信上帝你要赏赐的生命。就不加你予阮力量，你的美善会吸引阮来进入合一甲美好，也会当予阮愿意三天彼此相爱。我相信，这有哪里咱的家庭，伫咱工作的场合，伫咱的教会，伫咱的国家，咱真正最需要就是这种互相宽容甲相爱。刷起来。分享一个例子，就是这个撒该。这个撒该伊安怎拄到上帝？伊安怎拄到主？这个撒该，伊的生命嘛清楚。伊伊还未拄到耶稣的时阵，到底这个撒该是安怎？伊有钱、有势、有地位，但是伊人际关系无好，因为伊是抽象，是大财主。但是，大家人不爱甲伊做朋友。所以，伊心内，伊外表甲看是真有钱有势，但是伊人足矮细。人讲，有可能生了嘛缘投，不过人阁足矮。伊看见主耶稣是安怎，哪会遐济人伫军队伊，伊足轻松。所以，伊想想讲，我要来拄着主耶稣，我来看这个主耶稣是安怎遐有影响力。伊个粉丝钱啊，遐尼济，所以常常伫罗家食高级物所在。咱看伊，撒该伊个职业就是伫个抽象大财主。犹太人看伊袂起，所以伊个身材矮细。但是一个官为着要看住耶稣，伊背甲背到底，背甲迄身材瘦个。伊心内想讲，反正我背甲迄款也无人看到。但是人算不如天算，无想到耶稣走到身材树下的时阵哦，耶稣怎呢？抬目看，耶稣阁安怎？看到伊的时讲，撒该，紧落来！哇，普通时是无人注意伊的，甲伊注意的，结果耶稣你捌我，耶稣你阁叫我的名，阁叫我紧紧落来。耶稣甲伊讲，撒该，紧落来！我今仔日要去恁家，普通时就无人要甲伊做朋友啊。但是今仔日救阮恁到底撒该的所在，迄是一个稳定的时刻。撒该已经无阁顾虑伊的面子啊，马上对墙壁较紧落来。这是撒该已经拄到耶稣了啊，伊的性命，嘿，耶稣。迄种个阻碍，就去蒙着伊个，蒙着伊个心。主会听，佮一遍来激励伊内心迄种个热心。伊拄着主了后，伊内心真感动，因为伊若无感动，钱是伫伊个内底啊。伊听见耶稣佮伊讲话，咱个圣经无特别佮伊讲，耶稣叫伊爱做甚物改变。但是耶稣进入到底撒该生命了后，伊马上有一个行动，伊来讲，主耶稣，我要将我的财产的一半要真正送用人。我以前安怎讲，加人提钱的，讹诈人家的钱，迄个加人提到的钱吼，我爱四倍赔啦。你明仔载，没有这种。
种的行动，若不是主感动伊，敢有可能？所以撒该以这种认罪悔改，啊，佮用实际行动来表达。所以耶稣讲，今仔日救恩就来临到伊。耶稣甲讲，你是阿伯拉罕的子孙。咱看见撒该甲雅各，伊甲讲。我是阿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主耶稣在这个时阵来讲，你是阿伯拉罕的子孙。弟兄们，你是不是阿伯拉罕的子孙？以撒的子孙，是雅各的子孙。所以真主来，伊就是在敲锤拯救这失丧的灵魂。你准备好了，你愿意要亲近上帝、认识上帝、认识耶稣基督，这种的救恩，咱会当学习，亲像雅各、撒该，因安怎抓着上帝的应允甲祝福，上帝嘛要将这个经历，要予咱的生命嘛有突破甲改变，你愿意？所以差不多啊，我有互咱看这首的诗歌，这首诗歌安尼讲：主，我要遇到你；主，我要遇到你；主，我要遇见你。咱用这首歌咱来做个回应。咱捌唱过无？唔捌唱吼，也紧，我要遇见，把咱当作来唱。啊，这伊唱的是像拢讲古的，头路我是甲改白古吼。来到主前，谦卑跪下，倾吐我心意，我心中伤痛，我眼流泪，主必不轻看。人生道路如此坎坷，有许多无奈。我来到主前，叩门寻找，恳求主开路。再说you
这个时阵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恳求你伫阮的心中做一个荣耀的工作。阮要拄着荣耀的主，靠着耶稣基督各话的大能力，有一个荣耀的盼望。阮也要经历信心的充满，予阮会当脱离忧伤，进入喜乐；脱离惊吓，进入勇敢；脱离悲喜，进入信心。亲爱主，帮助阮面对困难的时，阮无丢毒，阮来放弃已经领受的稳定，甲伫主内底的甜蜜。帮助阮常常纪念主你的名，今早起阮来透过哪国安怎拄着你，世界安怎甲主你相拄，也会当帮助阮来算主你伫阮生命的稳定，因为你是早伫的，现在伫的。直到将来，你拢无离开阮，无改变上帝。阮就是要安尼来亲近你、相信你，和主你、甲主你三度。愿上帝你的平安、喜乐，拢充满伫阮的中间。愿安尼祈祷，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